前香港小姐李启红10月19日跟同样是港姐出身的向海兰还有杨思琪一起宣传为香港 VUTV 拍摄的旅游节目。对上两次在荧幕前见到李启红已经是2013年的电影《北京遇上西雅图》和《圣诞玫瑰》。相隔那么多年再出来拍节目，李启红会觉得很不习惯吗？我现在都很累，因为每一次都要带出来那个很 energy 很高兴啊或者很活的感觉了，我已经忘记这个感觉了。对啊，每天要这样子，就不是一次或者两次，每天都一 roll gate 就要来了，对对对、现在都是化妆化了一个小时，已经很累了。对啊，已经想睡觉了，然后就OK 来了，拍。说的好像很不习惯的样子呢。那拍完这次以后还敢拍吗？也不会，我也喜欢这个，都应该。我的人很比较懒，就是这样发懒惰。对啊，我如果你随我呢，我自己一天都躺在床上，我不会醒过来。你逼我出来拍东西、啊，你就要把你的 energy 逼出来了。也是，打扮漂亮一点呢、要穿美一点呢、这是应该的。因为如果你不逼我，我不会做。有就有想拍，其实我听到Helena 说她刚刚拍完一个，她会还客串的，客串而已，其实还是需要36个小时没睡觉，我就完蛋了，我不能，我年纪太大了，对不起她。不会，真的，我行应啊哈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